小姐，你好扯哦。没事的，下次都在你那边。我的游戏你看见了没？订阅了没？告诉你，订阅了没？有我的游戏你看见耶、yeah ！好了，我们真的就是来到这个苗栗了，好吧？那今天来到苗栗，我们也没有回桃园啊，直接过来苗栗，直接上来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来这边这个月辉钓虾场，这边算是我若来苗栗啊，比较早之前，哦，我来苗栗我都还蛮喜欢来这边的，因为它之前的这个虾子，不管是重耳石或公虾，它的这个虾体都非常棒，然后它这边的金沙虾非常好吃，大家如果有来这边的话，一定要吃它的金沙虾。那来到苗栗，我们还是一样找了这个我们新竹的朋友小田，哎，大家好，跟我一起来钓，哦，大家应该有看到他之前跟我钓这个。这种平短大对抗的这个影片，我钓长短钩，小田钓天平，但是因为小田他有私下跟我说啊，就是他对镜头有点陌生，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好，那我们今天换个东西玩。Okay、你平常钓的天平都多重？阿北0.85，阿北的85的天平。那我们今天来个轻重大对抗。好，我钓23的，你钓85的， okay、没问题，好不好？那其实我跟阿胜现在肚子有点饿，我们先吃个饭。阿胜，你觉得怎么样？啊，虐待员工啊，虐待员工啊！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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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OK， 好了，我们现在吃饱喝足了，我们决定来这边钓个重耳石。因为后来刚才稍微看了一下，那些其实虾子都没有很大。没问题，好，准备装备 ，Go！ OK， 好了，我今天用什么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吧？小田用什么？用鬼才杆跟鬼才经典波，还有阿北85天平。阿北85天平，阿北打阿北，然后经典打经典，这样。是这样吗？很大波哎！好啊，你还没丢下去啊？那我先丢下去。好，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一律使用叶大为刺耳机，一人一把。好嘞。只能用这个啊，这个都不能加，我拿出来干嘛？好，我们直接就开单了。小田，你好扯哦！没事的，是虾子都在你那边，是不是？没事的。三个号才打第一支，小田都拉三支了，小田都拉三支了，要飘一点。到现在他妈四个号而已，我的信号竟然会比你的支数还要少。
找你找的好辛苦哦，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你又都在滑手机耶，靠！你妈小田那边信号一直来，我现在我的信号数可能比他的指数还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可能？我们就坐隔壁而已。等下我叫老板过来这边放下，可以这样吗？弟，还怪火的哦！你干嘛急的？老哥，老哥，我注意你笑，你掉毛病啊！闪电五连鞭重现，看到没？哦，三连而已，干打五连太多了啦！再来，再来，再来！哎、欸，他那边小田前面那边，就是我稍微我的左边一点，哎，右边一点，就是好像比较浅一点，比较浅一点，所以我刚才往我深这边比较深，往深的地方带。那个我们过来看哦，刚才老板放虾是不是都在这边放？没有走到这边吧？没有走到这边吧？对吧？哦，那因为可能是虾子不太爱动的关系，所以基本上虾子丢哪里，就是待在那个区域而已，不会走太远。那大家如果可以看一下前面我们阿胜拍的这个环境哦，这边其实池子是还蛮长的，你有拍吗？你怎么知道我拍花絮？你一定有拍的，你那么敬业，你那么厉害，对不对？然后你一定趁我在吃东西、在上厕所、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去拍环境啊，对吧？好，那其实这边哦，这边环境其实你要说它不好嘛，其实也不会不好，但是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钓虾场，它就是两池钓虾，然后一池综合，一池公虾，然后旁边有池你有号。厉害了吧？二三天平，双钩两只小母虾。我刚才我这个讯号没有按，我诚实。啊，所以。所以我刚才讲哪里？忘了。我这里就是一个传统的钓虾场，那它我觉得哦，真的为什么我会选来这边钓，就是因为它有停车场。那停车场也可以停到十几台车，我觉得是会让我想再来的关系。啊，你有号？我还没猜。你有号？我这个号算吗？这个不算吗？算啊，我按了。啊，算啊。好啊，小田在那干嘛？一只手拿天平，一只手拿杆子在开枪。他跑就走啦、啊，就让他跑嘛。不行啊。可以。宁可错杀，也不要放过一个。你看，两个相亲相爱呀、啊，立刻挂掉。你看我这样子把阿伯天平搭成一直线也没关系，但是哦，阿伯的这个二三跟四零天平就是。你不要透过是人为的去把它折到，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钓完了。我觉得今天会是轻重大对抗里面唯一一场重的天平信号比轻的天平多的一场。前面这是小田，那信号真的多到好夸张。他说他五个号，我一个号这样。好了，那我们等一下最后，我跟小田来算一下指数，来看一下我跟小田的起虾率。然后最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钓下来的这个钓况的整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我也请小田讲一下他觉得今天的整体的钓况怎么样。好，那我们先来收一下这个装备。我这个装备真的是
用文试过就是这样，我都把直线剪掉。好了 ，OK， 我们现在公布一下，小天你几个讯号？61个，应该啦。觉得是我就画了，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你有开枪的都，你都画。对啊，我开枪的都画了。我30个而已，整整差了一半。好爽。小天真的太夸张，今天前面的讯号疯狂来。好，我们来算一下下子，我们把它倒在这里。比较不会动哦，所以变成说虾子就让它丢哪里，然后虾子就会死在那个区块，去救饵，只会在那个区块不太爱动这样。今天钓起来是不是有感觉？就是它虾子前面一开始刚开单30分钟会，然后后面就变得不爱动，也变得尿。但是你种下来的时候，其实它的活力也没有做到非常。对啊，对，就是可能跟今天我们的虾子的这个天气是非常相关，因为来的时候心情。下一点，我们再从台中上来的时候，路上也遇到了一场非常大的雨，然后到这边都在飘，然后天气非常阴啊，就真的是在这边跟大家讲，虾子钓虾这是它的咬框到底是状况怎么样，跟这个天气非常大的影响。好，那我们今天轻重大对逛就到这边，那 后面呢还会再去各地区钓虾，然后来拍摄相关的影片。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影片按个喜欢，帮我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那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了。可以哟。